非常开心能够来到共振乐台音乐季啊，这是我好像是第一次上这种，就是我本身就是 Box 乐团的主唱，然后我出来表演都是六个人，然后现在是一个人，我然后配我的配慈修的乐团。他们都是小朋友，非常厉害的，然后利用一个晚上学会了我的歌，超强的。好了，耳机里面说你不要乱，不要一直讲话。好，下一首歌跟你妈妈说。跟你妈妈是不是在后面举手？不好意思，其实我很紧张，你知道吗？看得出来吗？对，谢谢。然后，如果有人知道这首歌的话，可以一起跟我跳。这首歌叫《我爱你》，没有办法。谢谢。